现在给你展模了啊。嗯。你就这样子趴着吧啊！你如果在这边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经常在我们这里坐呀。嗯。后续做完了之后，像他们肩颈不舒服的，然后就因为平时我们就喜欢玩手机呀，然后年轻人嘛都是低头族嘛，做完了之后它会有缓解作用的。嗯。你自己有相机吗？要不要把头发给扎一下？自己扎一下会好一点，不然把头发给弄没带。我去拿一根吧，好吧。嗯、好。我们做背的话，就是它的好处是有很多的。你先体验了一下，然后你自己后面就清楚。然后是做完了之后啊，会很轻松。但是你因为你第一次做的话，经络会有一点堵嘛，就会造成就是说会有点痛。但是中医上有一句话嘛，通则不痛，通则不痛，通则不通嘛，就是这样子。嗯。我给你热敷一下啊。烫吧。嗯，还挺热的。我们做肩颈是40分钟，现在的时间是2:30啊，然后我们结束的时间是3:10啊。好的。我叫秦红，洗澡前的秦，红色的红。现在给你上的是那个月经草啊哈，这个会有一点就是说刺辣的感觉，它帮助我们就是说排寒排湿，然后促进表皮的一个微循环。现在给你展模了啊。轻人嘛，就是说像你们平时肩颈啊这些比较的就会痛一点，如果你经常来做到的话，就是做的话就疏通到它就不会那么痛了。现在播的是我们的一个颈子啊。点穴。
你如果觉得你感觉力度比较重的话，你就可以跟我讲啊。嗯。我是感觉那个，嗯，那我可以轻一点，因为每个人他身体情况不一样，那你跟我讲了的话，我就可以适当的调轻一点。这是推的是我们的一个脊柱，脊柱在我们人体就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啊。第一呢，它是有运动作用，然后保护作用、造血作用和支撑作用。嗯。另外一个呢，脊柱它有300多条神经线。它连接着我们身体的5脏6腑和4肢，包括脚啊、手啊，所以啊，经常就说推脊椎的话，它可以提升我们一个精气神，或者是上班啊没精神啊，头脑就是很胀啊这些，可以改善。力度合适吗？嗯。蛮好的，寒湿是比较重哦，你这个这里轻轻一推你就出痧嘞。嗯，是的，体质也比较寒。嗯，那你平时要注意到不要吃凉的。嗯。然后平时呢多运动一下。这样子应该会好一点。嗯。这是拨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板筋。嗯。这是推的是我们的一个膀胱经啊。膀胱经的话，它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排毒经络。嗯。它可以就是泄我们的膀胱经啊，可以帮助我们。体内的毒素啊，还有就是从那个小便排出去嘛。嗯。平时是不是很少运动啊？很少运动的话就会。你的那个肩胛骨痛有结节，你感觉到没有？嗯，感觉到就是。对，咯咯咯咯。嗯。
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开背吧。嗯。经常推背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阳气，像我们背部是我们的一个阳面，人嘛分为两面嘛，前面是我们的阴面，后背面是我们的阳面，当我们的阳气足的时候啊，我们才有就是说不容易生病啊，这些抵抗力之类的。嗯，好痒。是痒还是重了？就是那种有点痒。哦，应该是那个涂了那个月见草，会有一点。要不是你的手就是像这样对着这样滑过去的感觉，像挠痒一样。哦。嗯，你还没习惯到这。嗯。我们都不快，然后来我们这边推了，然后习惯了。他们如果一周没有推背的话，他们就很不舒服那种，就想来推。嗯。而且背部啊，也是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反射区。嗯。它分别是从上往下是肺、心、肝、脾、肾。你平时睡眠好不好？嗯，不好。嗯，就你这肩还有脖子，我感觉挺堵的。嗯。它堵了之后呢，就会造成我们一个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。嗯。开背就开完了啊，然后接下来我就用小瓶的做了啊。嗯，还没完了啊。可以脖子稍稍扣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很痛啊，嗯，脖子那个颈椎那一块劳损的比较严重。你工作是经常坐着吗？还是？对，坐着。嗯，难怪，像我们久坐的，然后经常看手机、看电脑。对对。有没有酸酸胀胀的感觉？有的。嗯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穴，点的是一个穴位吗？风池穴。痛是吧？嗯。我看你都动起来了。
很痛吗？嗯，好痛。应该是那种很酸，嗯，酸胀，这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天柱穴啊，天柱穴。平时睡觉那种背尽量反正伸直一点，就说不要睡那种高枕头啊。嗯。平时就说站着的时候、坐着的时候，尽量把那个背给伸直，你背有一点弓哦。嗯。是的，我现在都用的枕头都特别高。你要睡平一点，最好是不睡枕头。